做完治疗，已经吐过六遍啊，想走到即马，也较想要吐啊。郑凯，你心情看起来那遐歹啊？你昨无困好，还是身体倒位还无爽快？无啦，无啥物代志，可能是新餐厅要开幕，有较紧张啦。我知影，你即阵啊全心全力咧筹备新餐厅的代志，一定是哦，你互家己压力伤大，才会这么紧张。啊，阴暗的开幕酒会，你敢有法度应付啊？放心啦，无问题，我拢已经准备好势啊。好啦，真啊，我也够有代志。我要先离开啊！郑凯，你不是要回去办公室？办公室不在遐啦。我不是要去办公室，我是要去人事部啦。你去人事部要创啥？我的。郑凯，你看起来足忝的，精神嘛无讲介好，今暗阁有足侪代志要处理的，那无你先回去办公室休困啊。你要去人事部处理什么代志？交代好就好啊。我是要怎甲郑凯开除？我是想要去问员工保险的癌症理赔相关问题。其实嘛，不是什么问题啊。啊，等开幕酒会刷了，我才可以去处理就好啊。好了，郑，我先去办公室做些准备。看起来甲平常时足无同款的，讲话有气无力，规个人嘛足虚的，一定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大叔，这是我的房地产的所有权证啦，麻烦你着替阮办理过户签约手续。好，搞好啊，无问题。苏头家啊，多谢你愿意把这个店面的土地吼卖予阮啦。啊，进前老甲你得失着所在吼，才请你原谅。是啦，感谢你会当体谅阮大家对这个店面的感情。其实我本来都要将这块土地要卖予建商甲归去，啊，想袂到这个廖小姐吼，煞用这个尾款直直咧甲我刁难啦，搁使人我用怪手去要拆恁的厝，啊，造成冲突。害咱两家伙啊的感情呢，煞强要无去，实在足歹势。阿金啊，你这个金额，我感觉真满意。阿钱较紧摕到手吼，我嘛较放心啦。啊，只是契约的部分，你放心啦，这点我会处理好势，你绝对袂有任何法律上的责任。安尼就好啦。志勇哥，我今仔照你的建议来做。看起来双方家真顺利解决问题啊，啊，不过这种病情你只会当过偌久啊？若是最后过户的住户要是同意把厝卖予均益建设，安尼阮的店不是赶快保袂掉？那这个要观察啦，根据我了解，也是有真侪持有人无愿意渡根的。是哦，啊，真正是无敢不成相呢。进前搁直直甲我讲，这的人拢要搬。害我紧张到要死，原来拢是吼要逼我较紧把这间厝卖予因，实在是足卑鄙的。厝头家，莫生气啦。啊，其实哦，你已经算 lucky 了呢，啊，比别人哦早一脚步找到买厝，吼，安尼即马直接甲分掉，偏后别人烦恼就会尔。对啦，反正吼，咱来紧签签的，我嘛较放心啦。哦，是啊。那呢，叶先生，您买房要用什么人的名签？我。小童，你敢确定？这个名一签落去，你马上负债累累的呢？你敢真正要做买房？咱家先欠的，敢有差？二舅就免讲啊啦。啊，不过大姐，你甲三姐都要结婚嘞，马上就有家己的家庭，嘛有家己要烦恼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我无啊，至少我袂伫短短的时间内底结婚生囝。我有查过哦，
青年所贷利息较低，所以用我的名去过户贷款，至少前几年咱负担就袂遮尔大。阿公，多谢你的体贴，甲你的体谅。咱家的福尔摩东真正大。嗯，小东，逢人之心不可无呢，啊你唔惊爸死后，甲姐夫单了你歹哦？我当然嘛袂惊啊，一家人敢有需要哄来哄去，安尼就无亲像一家人啊。搁再讲啦，一家人就是爱共体时间，互相照顾，互相帮忙，啊搁有互相守护啊。有你这句话，爸吼就算讲做甲死拢甘愿。小东，爸爸妈妈会真紧将这个贷款还好清，袂让你排伤久啦。那呢，就麻烦伫个顶关签名。哦。蛋姐，你咧从啥？小猫，你要再来。我来看卖呀，到底是什么人在诱我后卡？我真正想袂到，迄个人竟然是你，廖小姐。啊，这个代志是我甲厝头家直接讲的啦，甲志勇无关的，你唔通怪伊啦。无关系，你阁真好意思讲嘛？若不是志勇甲你斗相共，你哪有钱？白土地，白店面。杨先生，杨太太，啊，你生查某囝是谁来买哦？小妈，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恁小春甲志勇若未结婚，都用志勇的钱，用了都未歹势，你拢未感觉见笑？搁再讲，小春已经嫁过翁生过囝，你敢有迄个价值？打地主哟，无着甲我拆破面的风险，去替伊出一出啦！不准你安尼讲我查某囝。小春只是较歹命，有条暗鬼心，需要家己吃用囡仔，这一切不是伊造成的，伊嘛不愿意安尼。是啊，你家己嘛捌经历过失去心爱人的痛苦，阮无要求你将心比心，啊，不过至少要用这种眼光看阮大姐嘛。慢慢安尼讲话伤人，你安尼实在足无礼貌。家查啦，讲什么礼貌？恁钱拢摕啊，今嘛都要办过户啊，搁想要辩解？真正是一暗暝去共一个人，你也家大大细细，搁食人到到。好啊，小妈，这件代志我注意啊，你若真正要怪，针对一个人就好啊。我当然爱怪你，等我甲伊算完。我才豆豆啊，甲你自细才算起。阿姨，我先领这条钱，阮有请志勇到三家。啊，不过，阮袂白白摕这条钱的。阮厝内每一个人拢会想办法贷款，等贷款一落来，阮马上去给志勇。虽然讲可能无法度一概还清，啊，不过。我已经想办法赶紧处理的。杜平顶哦，恁若是有才调行，哪着爱靠志勇？恁家己贷款去买就好啊。就一支吹响袂晓，你根本就是利用志勇对你的爱在圈钱。哎，你真正是愈讲愈离谱啊！哦，你现在还好好监督你家己啊？你的公事公办，害偌济人痛苦的为难。若是这样，可以当好好跟你沟通，敢有想要加加行来一步？是啊，啊你啊一句话三加六针，甲甲相认。迄个毋讲，等于讲你是志勇的小妈，啊，阮哪就跟你解释遮济？莫伫遐牵亲班扯，先霸占厝，搁甲志勇当作是潘娜，你也甲伊食伤，哪会遮歹看？都唔惊假着？好啊，小妈，你话遮愈讲愈歹听咧。行啦，来我讲啦，你想要知影啥，我完整给你报告。大叔，
秋秀继续。免啦，办什么秋秀？给人手底就是安尼，给人看无目的，又要给人侮辱，规气煞煞去。慢一点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有你，你老人家安内，不管怎，秋秀一定要办好，才有听到。 不准办！你先生，咱已经讲好，你袂当讲一套做一套，你莫非也甲人骗去啊！小猫，行啦！行啦！你，只有，有够超过啊！阿妹骂骂我一人就好啊！啊，竟然甲小春讲到这尔歹听！ 算算起来，开得咯，我的金牌牛肉面就算讲无店面，我伫路边摊照常做甲下下叫啦。无好，叶爸爸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呢。白路边摊，逐工有偌侪状况，你敢知？不时有赶走有警察了。而且，我的风车里拍，你身体敢会堪的？而且，叶爸爸，你是家己住的，假使讲你为着要饲一家人。 啊，煞因为身体袂堪要倒落啊，这个家敢要阁算是家？也毋过，为了这个店面，阮规家伙啊，啊，承受遮尔侪不实的指控，安尼敢有价值？哎，叶妈妈，当然嘛有价值啊！恁两个想看卖，是安怎四季牛肉面店到即摆也袂去有见小收去？就是因为恁一家人做伙忍辱负重啊，敢毋是？ 啊，是莫管对啊，冲入来迄个哦，甲阮当是虾米关系啊？就当作伊是建商的代表，哈！啊，伊拄则用的迄招是超工甲恁结的，你是千万袂当去互伊设计中招呢。对，我伫哥哥讲了对，不管安怎讲，非得浪费心有愧啊，而且毋是无开钱啊。啊，不过看到志荣甲伊想要去冲突，我心内就感慨的。 美术赛前拢是我造成的。叶老师啊，你莫阁自责啦。总讲一句啦，恁一家人哦，即马绝对袂晓放弃。啊，阮当然有伊的即件代志，甲忙甲大姐头仔拆破面，假使讲你即马着放弃，俺着无采阮当伊一片苦心。我嘛赞成，完成手术。 非得咱真紧就甲真凶志勇哥啊，到时阵伊小妈嘛无话通讲。对，我嘛赞成完成手术，伊愈困难无，咱就搁较会让步。我相信时间一定证明咱的清白。嗯，小春，我甲你妈，即马上要紧的是你的心情，甲你的未来。可是讲你也感觉委屈。 我都袂阁坚持，最后你来决定。既然这好事是志勇讲的，伊遐尔听我，我无理由对我代志就放弃。参照啦，继续甲手术办完。那安尼。 咱就要紧办办嘞，莫阁拖煞啊！洪志尧，给我放回！我听见无？洪志尧，给我放回！ 你真正害我足失望的，康奎少，你无支持我，有你家己想法，迄拢袂要紧。啊，不过感情上咧，拄只我一个人，甲也甲所有人咧打，你竟然不起来替我治病，佮替因讲话。无唔对，我即马就是咧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小马，你敢有想过？
你有可能去予肖总的欺骗去。这边的杜更案，其实有半数以上的持有人拢反对呢。搁再讲啦，就算讲即马应该是计多，会当得到利润，已经超过市场啊，这好利是非常的好的。我真正唔知影为啥，我要我安尼老火老地，大派兵相看。你即马的意思是，我讲弃私用，超过用杜更案去为哪样个？无唔对，我就是安尼合理的怀疑。小妈，你向拢是一个公私分明，知影什么时阵该打东岸的人呢？啊，不过这边，我说感觉你是故意来刁难业界的人，这种代志不是你做会出来才对啊。段姐，你拄才讲的细节，不是你应该知影的。敢讲是你阿哥叫你去做的？不怪你会这么好打。竟然敢提钱去替伊拜土地，搁替伊出头，是毋是阿公甲我讲的？这敢无重要？重要，当然重要。这关系着，咱敢有必要继续弯落去？我看是毋免啊。不，小妈，小妈，你想要安尼啦，较冷静些啦，小妈。你敢知影，予家己上爱的人反背，是啥物感觉？赵志俊，你即摆连面对我的勇气都无啊！你想要讲啥，请你直接讲。我讲你感觉奇怪，只有伊向真尊敬我，嘛尊重我的决定，是安怎伊会单主大意，替也甲出头，搁甲迄块地爬落来？原来是有这个大师在背后控制。安怎？你真成功替李慧文解决问题，你今嘛应该真欢喜啊！我只是想要赶紧结束这段闹剧，莫阁拗伊拖病。结束闹剧，我看你是制造混乱。我辛辛苦苦甲小总。去说服遐个住户，家厝卖掉，都是希望你回来台湾了后，头一个建案会当成功。啊，不过你煞为着一个查某，去毁掉你辛苦建立的江山，嘛毁掉我对你的付出。明白。你敢知影？让我感觉伤心痛是啥？就是你要把你的旧情拎高高滴。你要为着爱情跳落火坑，迄拢是你家己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是安怎？你煞爱让志勇来替你完成。你明明知影，是我甲志勇抢养大汉，我嘛甲伊当作是家己的亲生后生咧照顾。啊，不过你煞利用志勇来伤害我，你的心肝哪会这么凶？志勇也已经不是囡仔了，敢是我真的讲几句话，伊就会受我控制啊！今仔日伊阮妈哩安尼做，敢讲你拢无感觉，其实是你家己的问题。我再讲，莫阁用我做借口，我赵子俊从来都无要紧外口人安怎讲我，这杜更案我当完全不管，甚至爱我卖做拢会用的。也不过，我袂当对不起我家己的良心。你的良心好到无去啊！阿那婆，你哪会安尼对待？我这个陪伴你十年，陪你拼事业，无计较你好大家的人。听阿姨讲，爸本来甲志勇大，伊一定搁咧气我，我袂能够失去爸的支持啊！还是赶紧家己回家死嘞，那无我就真正无机会挽回志勇啊！你有啥物事可以批评我？你竟然想要做动，
我跟我的查某囝相识，同款尊心不良。那是我为了亲生查某囝，都因为跟血缘无关的，你就这么自私，想要切断我跟伊相认的机会？你不是同款，你违背我对你的信任了。什么亲生查某囝？爸是讲啥？